昨天呀 我从我师傅那儿偷了一本相声秘籍，我看看，能穿越，定价6.8，你这都穿帮了，你这个少废话，还穿越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我瞅瞅，宋朝哪儿穿越了？哥几个，这混蛋在这儿呢，给我打！哎呦我，不行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我什么？哎我，哎呀，往死里打！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嘿嘿哟吧！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那个路人甲。跟你说啊，别瞎掺和。那个大哥，他犯了什么事儿了？卖艺的，昨天给我们少奶奶说了一段，哎呦，那内容全是风花雪月、红杏出墙的事儿。这不挺正常的吗？你觉得把这种丑事儿说给当事人听，合适吗？艺术来源于生活。对，给生活加点料。嘿嘿嘿嘿，架起来。告诉你，这次是开胃小菜，下次要是还这样，我给你上大餐，记住了吗？高小攀。我不是，那个他不是故意的。对，还有一个叫尤宪超的，在哪儿呢？上海。我就是尤宪超啊。仗义，俩人的事儿一个人扛，揍他！不是，走。那哥几个有事再来啊！行，哥们。玩真的是吧？不是我，雇人打我没有，不就穿越吗？怎么了？来呀，接着穿！我来元朝。行啊，一天到晚的琢磨我啊！我没有，我突然打我来，我真没有，我说不是我的事儿。哪有人呀？后边的刀，你的刀，我等着，在那呢。打的这个力气啊，没成功啊，力度和喉咙的那。有请王爷。我接着翻译，王爷的意思是叫找一个一高一矮一胖一瘦，一个英俊潇洒，一个满身肥肉的相声演员。没想到今天到这儿，真找着一高一矮一胖一瘦，一个英俊潇洒，一个满身肥肉的相声演员。这一嘟噜信息量这么大呀！全国的满多了，快全国的满多了，你知道我多了，我才走进头两条命。谁给翻译一下？王爷说，开始。完了，哎呦，那个小潘，投其所好，说绕口令，800标兵奔北坡，加嘟噜，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。王爷，何愁你们动手啊？让我来替你们清理门户，高小潘。哎，没事，闲的非得玩穿越，这玩出事儿了，完蛋了，司令，再抬，你还敢跑？滚跑！哎呀，滚跑！赶紧过来，去走马路，走走走，喊出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王爷的歌词大意是：赏。是赏。我这我人为了饼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一人一半，你有这功夫啊，想想怎么回去了啊？这是刚才那本书吧？啊，你翻开这页，这俩字念慈禧。不是，怎么又来了你？老佛爷驾到！参见老佛爷。嗯，行了，今儿这段要说好了，赏；说的不好，死；说的不好不坏，生不如死。哎，老佛爷，您看，整，来吧，
说老佛爷爱听的，说点好的，说点好的。老佛爷住的宫殿那真是七步一阁八步一宫，外有千山万景，内有锦绣花堂。停，这些废话用你们说呀，拉下去。哎呦喂，别说别说，饶命啊！我跟你倒了血霉了，告白呀！怎么了？你妈带你上山，是不是把你丢了，把猴给抱回来了呀？哎，尤宪超啊，我要是猴的话，那你就是二师兄。我告诉你，跟你们家老祖宗坐一块儿，我都对不起这个。小潘呐，啊，老祖宗在这儿呢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到。哎，起来吧，俩猴崽子，老佛爷喜欢你们，想让你们进宫去。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们可带不进宫。啥？你们看我呀。哎呀，这要老佛爷，这乱党来了，这大清国要完了，怎么办呢？了，哎，老娘们撩，老佛爷撩挺快呀，啊，这我小潘，咱一会儿赶紧想办法回去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去。爸爸，你又怎么了？一呀一呀一呀啊！三四呀啊一呀呀！准备干什么呢？说相声的。您的欢喜词儿。毙了！弟兄们，枪下留人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婶，给本座说一段。太幸福了，把我逗乐了，我是重重有赏。要是逗不乐我，弟兄们，把他俩就地正法。是，说，我也来到绝活啊。大婶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倒。喂，哪儿机关枪？不是那个。什么武器？大帅，这是快板。快板啊。把板放下啊，胶板不杀。哎，这扔了，不要。小潘呐，啊，他就想弄死咱俩呀。说不好。怎么办？那咱就演。演哪段啊？荆轲刺秦，宰了他，三步之内杀之。小潘，喂。为什么动手要杀我？因为你冲我们啪啪啪。我啪啪啪就是为了打天下。你其实就是个大恶霸。大恶霸。好，弟兄们掌声鼓励。罢了，没想到你们说相声的演戏也这么投入，还行，还巧妙地加入了一点小舞蹈，和我们观众互动性非常的强。要我说，以后你们的相声就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撤！爸爸的呀啊耶呀啊耶耶啊大子，吓死了！小潘，我不玩了。输在这儿了，输在小巴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这快翻了，哎，我翻，我找不着了。拉倒，哥俩，干嘛呢？你是王爷，我是导演。导演？现在哪一年？2015年。哎呀！哎，我终于回来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我说哥俩，观众都等着你们呢。啊，干嘛？说相声啊！只要你们说好相声，这合同就是你们一辈子都吃不完的饼。开始吧。好时候回来了。高小潘、尤宪超上台鞠躬。这相声啊，哎，说词儿，说话，你怎么了？
我不会说了。咱俩经历那么多，你怎么会不会呢？小超，啊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呀？这些老的传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我们忘了吗？传于五辈门人，诸生须当静听。自古人生于世，须有一技之能，吾辈既勿思业，便当专心用功，以后名扬四海。